那个电话的那个耳机头皮枕插在那个电话那边，不能拿出来耶。我的这个 iPad 那个耳机那个头断了，不能断到里面那个电话了嘞。我的那个耳机那个插的耳机那个头，那棵树断掉了，不是那个耳机的那个 USB 的头。不是我的 USB 那个头，我不小心那个断了，不是插在里面了嘞。啊？Thank you.